差不多跟我大声一样。这网也太卡了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应援棒，这是最新，这个灯打的太重。这是因图啊，看得到那个光。哎，为什么这么丧？刚才把游戏输掉了。这是英特尔的音源吧，大家可以去买一下。哎，这不卖吗？哦，不卖，不好意思。我以为这个是拿去卖的。啊，还有什么东西啊？这个酸奶，吃点酸奶吧。哎，看到游戏输了，我真的好伤心。他们太快，冻梨啊。冻梨很好吃，冻梨吃的时候它有一点点，一会儿再说，它有一点点的那个什么什么水果来着，柿子的味道，很好吃，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。怎么做呢？怎么做？怎么做？还需要我来问吗？还需要我来问吗？哦不，还需要我来说吗？怎么做？放在东北的大冬天就 OK 了。甜吗？这个弹幕怎么猜？哦，好的，动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弹幕别动，弹幕别动。哎，好吧，动就动吧。哎，都看不到弹幕了，用截图看吧。截图，哦，这是老款的。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啊？注意保暖，脱衣服。哈，你们可真是有趣呢，可真是有趣。脱衣服都能说得出来，你们那你们也太牛了吧！哎，还有什么？他们好快啊，这手机也太卡了吧，怎么滑都滑不动。差不多了啊，时间到了，再见。哎，我好生气啊，他的那一把游戏输了。怎么办？游戏真的是。看一下还有什么弹幕啊？嗯，手机卡。光剑变身，光剑变身，上次不是跟你们已经变过一次了吗？怎么还要再变啊？已经变过一次了，不要得寸进尺哦。OK 了吗？下面一个是谁呀、啊？我，我老师，哎，这个是软的，